姐姐。姐姐为何一个人在这里啊？四福晋他们都在游园赏花呢。我才没他们那么虚伪，还可以跟有些人谈笑作乐。李姐，作为福晋，这口气又怎能轻易吞下？你也这么想？明慧又何尝不是受着这种苦？姐姐以为给迷住的就只有四爷一个吗？你是说十四弟？这种不堪之事，明慧本也不愿提起，只是难得遇上姐姐，姐姐也是深受其害。是，都是那余孽，一直不安本分，整日在阿哥们之间挑风摆雨。四爷还受着他迷惑，竟还为他赋下诗词书画，事到如今仍不肯舍弃。此话当真？难怪姐姐如此恨他。明慧也恨不得能给他一点教训呢。可惜啊，德妃娘娘为了宫中和谐，就不再追究了。这只会让他以后更加的放肆啊。他敢！他闹出如此之大的事情，却得不到一点的责罚，这之后还有谁能阻得了他？姐姐，明慧真的替你感到不值，你就这样忍气吞声的看着他继续招摇吗？真希望有人能给他一点教训呢。好，那我就给他一点教训。哎，那我知道你不想搭理我，但是我有话跟你说。那你说吧。我刚刚看到十四福晋跟四爷府里的年氏在一起嘀嘀咕咕，交往甚密。按道理来说，二人本毫无交集，我感觉他们肯定有鬼。明慧那个女人的手段我算是见识过，她不亲自动手也会找人替她动手的。我傻吗？我也被她利用过。我来就是想提醒你，明慧那个女人处处针对你，一定要多多防范。对年氏，哦不，对四爷府里的一切，通通都要小心。我的事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哎，弟妹。你大费周章做成老四跟余宁的流言，到底想怎样？哎，你是想破坏十三跟余宁的夫妻感情，让十三继续颓废下去？不可能，除非让余宁死了，否则老十三不可能这么容易被打垮。那你就是要用流言抹黑老四，让十三跟老四兄弟不和。可是仅凭这区区一抹流言足够吗？弟妹啊，你快说吧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我想按照弟妹的部署，不管是够还是不够，都差一点火候，对吗？我实在是听不明白什么够又不够的。因为这些都不是弟妹的最终目的，而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茶由他放着，自会越泡越浓。这一切才刚刚开始，就让他再酝酿一下，他们自然会尝到真正的苦涩之味。啊，干嘛这么开心啊？刚刚从四爷府那边送过来，说这些糕点是给福晋享用的。四爷府？嗯，是那边的福晋们给余宁吃的呀。叫十三福晋，怎么没大没小的啊？你说这不是好事吗？他
他们是来主动示好的吗？我想定是听了德妃娘娘的吩咐，万事以和为贵，所以那边才主动送吃的过来，维系我们两边的和谐。你看，都是些好东西，看起来还挺有诚意的吧？瞧你这副模样，你还不赶紧去沏茶，我们给福晋送过去，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走了。姐姐这是遇到什么快事了？为何这么高兴？难得见姐姐这么开心，看来是已经放下了心中的恼恨，素明也就放心了。你只会替外人说话，我才不相信你是真心替我高兴。我只是不想惹出事端。德妃娘娘说的没错，我们做福晋的就应该安安分分。到底是谁不安分在先？于宁的事也该告一段落了，难道你还没有放下心结？才不会，一日下不了这口气，我怎会让他好？姐姐是把德妃娘娘的话置若罔闻吗？我在他的糕点里加了点东西，我就且看他能不能跑去告状。谢谢。不用谢，这是四爷府的福晋们送过来的。是他们？人家福晋都主动向你示好了，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福晋，我看您最近也烦透了，现在四爷府那边也主动示好了，你也该宽宽心了。我不是在想这个，我是在想别的。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到这儿来？什么？你问这什么呀？我不就是跟我哥哥相依为命，他把我交托给十三爷，我才会在这里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冥冥之中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来到这个地方啊？这没什么了。你总在想这些奇奇怪怪的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快点接受人家的好意吧。我泡的茶呀都放凉了。我没什么胃口，不太想吃。不吃了？这么好的东西不吃不就浪费了吗？福晋，那要不然你们拿去吃吧。谢谢福晋。你瞧你这没出息的样子。七香姐，你先来吧。别吃那些糕点，有毒。我太医，说他怎么样了？回十三福晋，幸好服下的不是什么致命剧毒，只会让他胸闷呕吐，浑身乏力。发现的还算及时，休养调理几日，该当无恙。辛苦了。应该的，臣开了个方子，待会儿就让下人送药过来。臣告退了。哎，妹妹。请听姐姐说一句，姐姐如果是要来劝我的，那不必了。妹妹冷静，我知道年氏这次所作所为实在是过分，我替她向你道歉。冷静，假如她下的是剧毒，那赔上的就是一条人命。我不愿与人纷争，可事情还是找上门来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我必须要为顺儿讨个公道。你为什么要下毒害人？让你逃过一劫，算你走运。是被你害得痛苦在床，你还在这说风凉话。大家好好说话，别伤了和气。这没你的事儿。不过为了一个区区下人，跑到四爷府来撒野，下人的命也是命。你用心狠毒，存心毒害于我，
其实我不跟你计较，我也要为顺儿讨个公道。到底是谁不跟谁计较？我要真想毒死你，你还有命跑来这里吗？不过是小城大戒罢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再跟四爷纠缠。我从未纠缠过四爷，那为什么四爷的书房里还有你的画像，终日不肯撒手？我也不想跟你拐弯抹角。余宁从前到底是谁，大家心知肚明。从前你就跟四爷纠缠不清，到了如今你成为了十三福晋，仍不安于世，整日在阿哥们之间拉扯，血口喷人。那你说说，为什么阿哥们总是围着你转？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，让所有人都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就连四爷一直都是冷淡待人，偏偏对你另眼相看。我看你就是一切的祸根，有你在的一天，这里就不得安宁。你闹够了没？德妃娘娘说过的话，你是没有听进去吗？无论如何，做出这种谋害人命之事，错都在你。我作为四爷的正福晋，必定秉公，绝不姑息，一切交由德妃娘娘惩处。这样，十三福晋应该也能满意了吧？一切交由四福晋决定，余宁不敢多言。怎么样，一切可好？是服过药之后好多了。真是岂有此理，年氏竟敢对你下手，他真以为有他哥年羹尧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德妃娘娘已经惩罚过他了，让他在府中思过。思过？这惩罚岂不太轻了吗？他不过就是想给我来个下马威，让我和四哥划清界限。谁能保证不会有下次？不行，我得跟四哥说清楚。一行，这是后宫之间的事儿，跟四哥没有关系。怎会没有关系？这一切都是源于四哥对你的念念不忘。我本也打算放下，不再跟他提。可谁能想到一个避讳，竟然变成了伤害你的导引，我怎能不管？有些问题留下来，只会酿成更大的灾祸。我会去跟四哥说清楚的。说，谁给你的胆量，让你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也请息怒，德妃娘娘已经给了年氏惩罚，她已知错。下毒害人，歹毒如此，你还有资格当我的福晋吗？爷，还不快向爷认错？是我的错，可是我不服气。别以为你仗着你哥，我就不敢把你给休了。爷，为了一个余宁，你宁可把我废掉？你再说一遍。我就是不服气，为什么一个余宁可比府里每一个福晋都重要？到底我们才是四爷的福晋，还是他才是啊？十三弟，年氏的话究竟何意？你听到什么就是什么，现在解释你也听不进耳。我能说的就只有带年氏向你们道歉，我的家事我自会处理好。你别再给我回避了。明知道我在问你什么。四哥，请回答我。一切都已经过去了。是吗？他
倘若如你所说，为何会酿成今日之事？四哥，你的心意就是一切事情的关键。无话可说。当日小薇被皇阿玛关押，你我一心救人，暂时把一切放下，我也绝口不提。可我没想到，原来你至今都没有放下。别说了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至于我的事，不用你管。不用我管？我的四哥当日可是一直想把我的福晋留在他身边，我可以不管？我明明知道那段时间我生不如死，小薇的死让我有多痛苦你不是不知道，可你却把她放在你身边而不让我知道。宁愿选择把他留在身边，也不告诉我真相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说呀！若不是小薇最终逃出来，你是不是打算一事都不告诉我，让我真的以为他已经死了？四哥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这就是我最尊敬为他拼命的四哥所为吗？对，是我不顾兄弟情义，是我还留着私心，就想把小薇当成一个已死之人永远留着。你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放下小薇，心里仍存着对她的那份感情。自从小薇回到你身边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只能在旁边默默地守护着你们，再也没有过非分之想。约束、守礼、规行矩步，如果这样你还责怪我，那只能是我对不起你。要打要骂，来呀！额娘，此乃蒙顶甘露，儿媳特意奉来，清心益神，可为额娘消解烦闷之气。唉，额娘，您莫为后宫纷争所烦心，儿媳想，您是给额娘责罚后，定当知错。此事也已告一段落了。本宫早就跟他们叮嘱过，可还是闹出了如此放肆之事。后宫已经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，反了，都反了。额娘一直以来为后宫尽心尽力，恩威并施，这后宫上下无不对额娘尊敬有加，岂有作反之理？只是儿媳深明您是不顾额娘警示，实是胆大妄为，可是这同为女子，儿媳也不难明白您是的心情。你是说本宫错怪您是吗？额娘当然没有错，您是应该受罚，只是这身为福晋，得知府中阿哥与别人有染，是真的也好，流言也罢，又岂会不起嫉妒之心呢？更何况年氏为人直率外放，定是受不了这口气，一时冲动。虽其心不正，但其情也属实可怜。
此事本宫自会彻查。儿媳就怕即便事情水落石出，也难解年氏心中的郁结。为什么？儿媳不能说。本宫要你说。额娘恕罪，儿媳不想再掀起风波了。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的真相？你还不快说。儿媳什么都不知道，只是年氏亲口告知说，四哥一直对余宁未能忘情，即便此次查出余宁无辜，也难保今后同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。余宁？怎么又是那个余宁啊？额娘，您别怪罪四哥。试问这人非草木，感情重在心头，又怎能轻易放下呢？只要四哥和余宁不做越轨之事，就不会有损宫中的名声。难道此事本宫就放着不管了吗？额娘恕儿媳直言，这压迫越大，抗力也就越大，额娘越加阻止，只会惹来四哥的反感，做出意想不到之事。额娘，您可曾还记得当年先帝深爱着的皇贵妃，这一份感情所带来的影响实在是不可或算的。